周欣彤今日为内地某手机品牌拍摄平面广告，据闻广告费不菲。阿娇不但拉回直发，而且减肥十分成功，一连瘦下两码，造型清新可人。有消息称阿娇在内地的访问终获解封，对此阿娇表示略有耳闻，但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过播出与否的问题，只是媒体一直在提问一些敏感的问题，而自己就只会努力工作。我刚刚才知道，因为芝姐刚刚跟我说，但是好像我公司还没知道。对，这个我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想太多，只是就是传媒的朋友啊不停地问我，所以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，因为我都反正我已经拍了，播跟不播都，对啊，不知道。阿娇复出之后人气回升，日程忙碌，她坦言现在手头已经攒下了四个广告，之后还会尝试舞台剧的表演，然后公司才会为她安排录制唱片或是电影拍摄的工作。现在这个月都已经有四个广告，之后会开始拍舞台剧。公司就打算让我完成舞台剧之后才继续计划其他的事情啊，譬如就是唱片啊，或者是